还以为你这菜鸟不敢来了。得了吧，布鲁斯，你刚才还在夸人家技术不错。什么时候？我可没说。说吧，怎么比？先跟你说清楚，等会儿的比赛可能有点危险，会引来追击队。为什么？街头赛刚重启不久，追击队盯得很紧，而热力追踪是最刺激的比赛，也比联盟赛更吸引年轻观众。你的轰鸣之星要是直播这个，更会分走他们的热度。没错，所以联盟一定会让追击队来热力追踪搅局，这帮人下手黑得很。我见过他们队长，那个叫威廉姆斯的，看上去就不好惹。威廉姆斯，切，他就是个懦夫，是个吃软怕硬的废物。今天要是被老子撞见，一定让他吃饱尾气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害怕？切，怕字怎么写来着？你可算来参加热力追踪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从车库出发吧。我将你的热度值显示在车载面板上了，赢得比赛后热度值会提升，被扣押的风险也越大，相应获得的奖励也会越丰厚。想要赚大钱，不冒险怎么成？想参加比赛就来集会点，今天派对不会停。瞧，其他街头车手都来到集会点了，看来比赛还有一会儿才开始。给你讲讲规则吧，很简单，你名次越高，拿到的热度就越多。别被追击队吓得尿裤子了，可别那么贪心，追求高热度啊，等一下车被扣了可没人输你。高热度？那也得等着菜鸟赢了我们再说。切，你要是不喜欢听这帮家伙的垃圾话，我建议你油门踩实，用引擎声盖过去。机队要撞上来了，时机正好，先发制人，使用干扰器。目标暴露状态已中断，实施坐标丢失。
现在真是热度满满，但我觉得你肯定有胆量继续挑战下去吧。怎么威廉姆斯来了？他是老大，每次都带着特遣追击队出场。但别怕，你可是最快的街头车手，我来辅助你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小心，特遣追击队正在使用电磁脉冲，红色进度条走到底，你的车就会被减速。使用护盾可以阻挡电磁脉冲。街头车手成功抵抗住我们的攻击，请队员们继续寻找机会。还记得刚刚的干扰器吗？抓住机会反击他们。街头车手的干扰器命中了特遣追击队，攻击系统已下线，你得等一会儿才能继续追击了。街头车手的干扰器命中了特遣追击队，攻击系统已下线，你得等一会儿才能继续追击了。命中了特遣追击队，攻击系统已下线，你得等一会儿才能继续追击了。哇，终于逃过一劫，但你的车辆已经受损了。保持专注，追击队还在搜索你，他们会追踪你，留意小地图，注意他们的动向。走，先导航去补给站，躲躲风头。也复活。走到这里比赛，给热弯的人瞧瞧是谁今天从追击对手上拿回了属于街头的东西。同步中。
目标位置持续暴露中，各单位尽快前往扣押。获取精确位置。完成两场比赛了，你今天可是热力追踪里最热的新星了。可是只赢下比赛还不能让热湾街头服气，你得活着撤离，别被追击队扣车，才能让街头车手们认可你。各单位继续搜索，目标仍处于该区域，搜索失败，未见目标踪迹，各单位返回巡逻。你现在可以从车库撤离了，如果你胆子够大，技术够好，也可以去参加淘汰赛，获得更高的热度。要是我，肯定会追求最高的热度再撤，又帅又刺激。但第一次先稳妥点，我们先撤离吧。
车辆。现在真是热度满满，但我觉得你肯定有胆量继续挑战下去吧。各单位继续搜索，目标仍处于该区域。彻底逃出监控范围，搜索结束。
位置暴露，正在同步坐标。敢撞追击队，被人家伙撞完就出车祸，真晦气。